谈周末的打算。小丽说，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小刚说，我早就想好了，请你吃饭、看电影、喝咖啡。小丽说，请我。小刚说，是啊，我已经找好饭馆了，电影票也买好了。小丽说，我还没想好，要不要跟你去呢？在家，妈妈说，你一直玩电脑游戏。作业写完了吗？儿子说，都写完了。妈妈说，明天不是有考试吗？你怎么一点儿也不着急？儿子说，我早就复习好了。妈妈说，那也不能一直玩啊。聊旅游计划，小丽说，下个月我去旅游，你能跟我一起去吗？小刚说，我还没想好呢，你觉得哪儿最好玩？小丽说，南方啊，我们去年就是这个时候去的。小刚说，南方太热了，北方好一些，不冷也不热。准备去旅游，小刚说，水果、面包、茶都准备好了。我们还带什么？小丽说，手机、电脑、地图，一个也不能少。小刚说，这些我昨天下午就准备好了。小丽说，再多带几件衣服吧。小刚说，我们是去旅游，不是搬家。还是少带一些吧。谈周末的打算。周末打算。搬家。饭馆计划。单人旁，做包字头，包笔字旁，北十字儿，南木字旁，这竹字头，算言字旁，是请足字旁，跟踢走之旁，还运报纸，宝面包，回答大家，打电话，地方，弟弟，第一，借
环南北复习打算游戏游戏